走走走走走。是杨过的离职趴，最后一天，我们要弄死他，往死里弄。我们哪一群就同事先叫好，然后去会议室里面。等一下用那个布盖一个，盖他，盖布，期待一下，从十楼丢下去。我们的从小来了，他被放，他被放，走走走走，不是关灯。眼睛张不开，拿卫生纸啊！你好可怜哦，谁砸你的？这个我们主管，我真的是那个太刺激了，好累。你们怎么这么好？我刚刚在找，可是我刚刚很丑哎。好，我水哥跟你道歉。那我们伊娜姐姐呢？好好准备蛋糕。来哦，鉴别力，她是园林高中的学姐哦。对啊，不要说我杨过的学姐，我对她超好的。坐下来，我们现在要念卡片。我也要啦，要念啦，我好难过。啊，谁叫你要离开？还是我现在去契丹呐？可以的，可以去离职单吗？我念不出来。你说伊娜姐姐的，你的园林高中学姐。亲爱的艾瑞妹妹，我们很幸运也很有缘分能在台北当这对从未见过面的学姐和学妹相遇，很开心能跟你相识熟络，让我好好保护自己，因为以后她不会保护我。我没有说的，要哭了，他自己家啊，他里面没有写这个，而且我有空要回来玩。妮妮的到职第一天问我有没有吃饭的好心人就是你。哎，哭了，我觉得我自己写得很感人。不是因为你跟他的情谊，我懂他第一天上班送我去找他吃饭，被自己感动哭。我有满语要亲自念给杨过哈，你要告别是有吗？还是要有个仪式感，毕竟从今天之后，我们习惯的生活轨迹都会不一样。国文老师真的不一样，每一天的早晨有你陪伴着上班路，不管刮风下雨都很温暖。然后我跟你传的讯息可能比黄一豪跟我传的还多。然后下班也常常有你等我一起下班，只为了一起走一段短短的路去车站。以后你自己一个人。很开心看到你在这里慢慢摸索，找到自己的路。希望到新的职场，你也能找到可以让你有归属感的同伴，但同时不要忘记我。写的也太好了吧，抱一下。好难过。头发就抹过去就好了。写得很好哎。应该不会有人比你们还要好的吧？是他自己选的。对啊，自己选的，自己承担。那你要离开我吗？好，念我的，来给你念。写好多。一开始看你很笨拙的样子。一度还以为你是不是哪里来的工读生，怎么整天都在整理仓库？好死不死，我们工作绑在一起，混混摸摸的也是把客户顾得很好。谁混混摸摸了？你有一点混混摸摸，没错。对啊，你看吧，你好。未来频道里见。记得内心要永远保持那个爱哭的样子。我跟你一样不喜欢长大，不然怎么会邀请你加入北漂笑脸？我长大了，我今年25岁了。老了啦。毕业申请，说出你的愿望。大家在未来都很开心。我们现在已经好了，你从那都耶。所以我们最后一次一起下班哈，然后这就是 Irene 会下班走的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Irene 走向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这条路没有你们，我走不了。没关系，你快走吧，我跟满月跟你说拜拜了，那我们圆你了啦，拜拜，圆您见。你们只要回头，你们都会在吗？不会，我们会不见，你们一回头我们就消失了，拜拜，加油。看我，拜拜。快走啊！以为哦，快点走啦！对啊，你以为哦，你以为哦，你以为我们多舍不得哦，你以为？好的，我们去吃饭吧。我们去吃饭了，拜拜！管他的，我不能没有你吗？你这个不能解。所以你要回来，你要复职了吗？快走！对，不要回头，跳下去！拜拜，杨过，再见！健要健康长大哦。迟到的女子。
真的很抱歉。你看板蓝是有多可怕吗？我真的是沙丁鱼最小只的那种哎、欸。我要去结婚啊！我们要去户政事务所。出发去户政事务所。有人迟到了，现在已经抵达大安户政事务所了。这里是哪里？啊，迷很迷惘哦，怎么会这么多人要结婚？怎么跟我们乡下差那么多？超大的耶！然后今天是鲁三的婚礼哦，我们现在找到他本人了，登记啊，登记。现在就去签他的书约吧。今天是冠军哥跟鲁三的结婚日。哎，不是，这边都是我的各种亲友。哦，是，你们好。他这边一直跟我说，这里跟乡下的婚姻事务所不一样。我是乡下的，你时间一到，你还是可以缓冲一下。大安区的，你是直接就要签名当人妻了。写了就嫁出去喽。哎、欸，你用错字喽。写了就结婚了。哇，大安区内哦，会发光哎、欸，会发光哎，我在干扰他。你不要烦他啦。嗨，小梦，你还拿花来、欸？我们有礼物只是坏掉了。我到时候要再多多送。对对对，好，你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书。就是刚刚那个是我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介绍这边是我们的戒指，跟这个同款的。用心。它有一些羽毛的纹路，对，知道。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交往纪念，2015年到现在，我们一起去过巴黎、东京，然后冲绳，然后平常冲浪，然后滑板，然后一直吃拉面。很难想象鲁三是个这么浪漫的人。是会蛮意外的。欢迎观众说一下，就是如果有要画的话，我找你。6600。对对对。铠加能量水，铠加能量水。这对夫妻很讨厌。哎、欸，鲁三结婚朋友真的超多来助阵，国小、国中、大学、职场都来，真的很担心你。你会来吧？应该会啦。打勾勾，重点是我要先可以结婚。谢谢咪咪，谢谢咪咪。一个村头老人。没事啊，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快乐的。你这样我爸会很担心啦。不会浪费啦，不会浪费地。哎，我爸也在玩乐哎，你妈那个。炫动的。小肠啊，我是小肠。小肠，小肠。小肠，那你最后的希望？你真不会浪地呢，你还没。真不会浪地。你个性我闻的。我也是。温柔贤淑，小肠还不懂吗？自己播出小肠刚心碎吧。小肠还不懂，他喜欢的是十二指肠。好的，我们领完证之后呢，要来大安森林公园拍一些纪念照，这样。鲁三朋友好多。啊，你都无人买啊，你都无。我嘛是有朋友的吧，朋友啊。到底来不？鞋子大。朋友的，你很棒。今天结婚感觉怎么样？因为我找不到手表表带，我昨天真的以为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早上就想说看要表带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漏东漏西，讲一下感想，结婚，我不要听你那边漏东漏西，不是真的没有，这种感想、啊，慢的，我是这种人吗？我像是这种会想说好感动哦，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一辈子要等这一刻，超不适合你的，这一辈子等这一刻，就我找到我一辈子的归宿，那你心动一下，你心动一下，冠军哥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长得有点像相许圣武的人，没什么那么多。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未来哦，希望就是可以在日本出道。要升级的才好。这还没有想。那你领养我。如果庄世敏就不能领养，庄世敏太胖了，庄世敏吃太多了。感谢大家的祝福，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家鲁三结婚。我找他找了好久。今天结婚有没有什么感想？好热，好紧张。我们结婚了耶！看到鲁三这样很开心，但是我听到他要结婚，说他说他结婚了，但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两个有人跪下来的样子。你的小伙伴结婚了，好舍不得哦。真的，我有种感觉，对啊。没有女部门，没有女生。我们部门唯一的两个女生，一个嫁出去了，这样。嗯，这是舍不得的心情，是不是？唯一的好战友，真的。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